你干什么？我不怕你。你怕谁啊？好了好了，你把我的孩子都碰回来，你再打我吧。他是故意的。我没说你是故意的，但是我的婶婶在这办的了。我们还说的话，你还要怎样？我没怎么样，我怎么样了？我没说什么吗？你们没死，没有死。我孩子，我现在我要走，我要扛着走。我还能走不能走都没事。这个呀，你看别人呀，我看别人我一般的呀。啊，他有错误。他承认错误了，承认了呀。我承认错误就完了，把人杀了，我承认杀人了，错怪他我就行了。你再回去道歉没完了吗？那你把东西还给人家可以吗？不行，这是别人东西，你这是属于侵犯个人隐私权。好了好了，这别人的东西不属于你的。行了行了，你是个作案的工具啊！你要做杀人了，你还不认识我呀？我怎么说？李明伟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李明伟。行，那还是不。一百五。